第二十题，有关于对氧活性大的元素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题目是说对氧活性大表示它喜欢跟氧作用，所以它就会容易燃烧，容易跟氧作用。而它既然这么喜欢氧，一旦得到氧之后就不会把氧丢掉，不喜欢把氧失去，所以它的氧化物就会很安定。所以对氧活性大的元素它容易燃烧，而它氧化物很安定。所以第二十题问我们说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容易燃烧，所剩的氧化物很安定。